你好，你你好，好，真的这好好久像不就是见。韩国的衣服呢？对，韩国的这个现在冷不冷呢？好冷，冷死了，哎呦，真的真的啊！好冷。哦，冬天里面最好的取暖的方法是什么？家里看电影啊，因为那外怎面么是很取冷，暖的呢？外面很要生冷。火在被子里面，这都是很多方法。对，最好的，这冬天雪地里面快冻死的时候，最好的是。真的是人体取暖，人体取暖就 是那个大家是抱在一起，你有没有听说过有啊，但是韩国的男室人很内，少是吧？室内是不用不是那么很冷，室哦，内很温暖。哎呦，你刚才是这样出来的吗？欢迎收看《龙兄虎弟》。嗨，接下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，第一位介绍的是小刚先生。哎，中国好先生，徐小新，金元先，元先，王中平，李凯燕以及张震王。Yeah. And Happy New Year! And Happy New Year!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哇塞，您的头发头皮屑也太大一包了。有吗？有，全部都是肥皂泡。这是肥皂泡啊？嗯，不，别动，现在一弄这整趴都烂掉了，这也麻烦。哦，隔壁还有刚刚从奥地利滑雪回来的。哎呦呦！张震，欢迎他。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虽然只有20岁，但是却有40岁的成熟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真的好。这好像就是韩国的衣服呢。对。韩国的这个现在冷不冷呢？好冷，冷死了。哎呦，真的。真的好冷。冬天里面最好的取暖的方法是什么？
夜里看电影啊，因为外面很冷。那怎么是取暖的呢？外面很冷。要生活在被子里面，都是很多方法。对。最好的，这冬天雪地里面快冻死的时候，最好的是真的是人体取暖。人体取暖就是那个是大家抱在一起，你有没有听说过啊？有啊有啊，但是韩国的室内，男人很少的，室内是不用不是那么很冷，室内很温暖。哎呦，你刚才是这样出来的吗？哎呀，我快滑死了，这个肥皂泡好可怕。我们今天啊化妆舞会呢，我们特别请到了五队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比赛，我们请各位要当这个评审，好不好？那请各位先就这个评审位置，好吗？阿杰，哎，第一队就要介绍了，是台北队是吧？哎，那么可以比美红顶艺人的几位，哎呦，现在来势汹汹，一起来欢迎他们第一段表演，欢迎。总有个名字吧？灭顶艺人，好，要，哎呦，怪的。就可能是股票证券市场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哎呦，这个创意有意思。哦，还有画面的拍摄。到这边来一下，行吗？哎呦，太不容易了！哎呀，这个我看这里面有蒙混的嫌疑，蒙混。里面怎么有一些人妖在里面啊？哦哦，对对对对，哎，奇怪了，你们说他是什么？在哪见过人妖？人妖奇丑无比的人妖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么说起来，可能分数很差了，对不对？差很差很差。那么他们错的几位？但是那后面四位，我觉得。哎呦，但是他们几位，你们再看看，仔细想想，他们是我们制作单位的策划群。小刚冠军呢？冠军改词儿，好，给他们热烈的掌声鼓励一下。澳洲黄金海岸队，欢迎他们。好，哎，不错，现在舞蹈很简单，好玩，轻松啊。老先生，你根本就已经快得痴呆症了，那个动作都快跟不上了嘛！真的。好，给他们鼓励一下。这是澳洲黄金海岸的队，不错不错，欢迎。我介绍华冈艺校队。玩笑了，哎呦，好。
Sure， 嗨。干什么？尤其最后那个时候一个定点，哎呀，还有，还有哦，哎，不错。接下来介绍的是南非健谈队哦，好，南非队啊，南非队，我们现在请其他队伍通通到前面来好吗？好来，我觉得他们这一群呢，好像名次是其次，自己呢乐在其中很重要。刚才呢，我看那个小朋友真的是跳的就相当的传神，让我看起来觉得哇。很好的感觉。Hi man， yeah， give me five， hey， hey。现在我们几队呢，成绩应该已经评审出来了。第一名得奖的是华冈艺校。哦，哎呀，欢迎。今天难得的机会，我们大家一起啊，全部来跳一跳玛格丽娜。观众朋友也请起立，好不好？好，音乐。哦，厉害！哎呦，老师也可以，再一次哦 ，last。耶，玛格丽娜耶。掌声鼓励鼓励，休息一下，进行我们的龙兄虎弟。